你看得到啊？哦，你是啊？哦，我不咋知道的。80年修起来的。哦，这就是做酸菜鱼的那个菜。看看我们今天的露营地咋样？对，开了。有家不回系列，我们这就是有家不回的母女俩。最近由于疫情，我们就不能跨省出行了，正好呢探寻一下杭州周边的一些小众景点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老余杭就找到一座东汉时期的古桥。看完古桥呢，咱们再去体验一下露营。俺们去哪儿呀？老余杭一日游。老余杭一日游。老余杭有一座古桥，挺好的，咱们今天去一下。啥街啊？这个余杭路。没位置，好像也是行人啊。它这个地方是真恐怖，连一点护栏都没有。再丢一下。哎，看后面车。1.1, 1.2。哎，正好后头，不是后面有一个三轮车，正好堵上了。行，老妈指挥就这儿吧。行，听老妈。哦，行，老妈说人家来过。咱不知道，人家来过，咱就听来过的人。老妈也正在学习摄影，正在研究，用自己的手机研究。我们来看一下通济大桥，它现在是不容许机动车过的，小电瓶车呀、行人、自行车是可以过的。横拍、竖拍、角度，学会了。老妈学习能力可强。杭州的冬天呢，就是有了太阳。就是天堂，所以杭州人就是追着太阳，只要有太阳一定要出来晒太阳。通济桥呢，它本名叫北溪桥，当地人亲切的叫它大桥。它是一个三孔石拱桥，桥东外面呢有两堵风水角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风水角，这个位置就是那个风水的那个角两边啊，你看那边也是，走到这边就可以分开了。您知道这个桥的历史吗？历史啊？我不咋知道的。它多少年了？我好多年了，我不知道的。上面这个狮子呢，都是现在新修的。你看到它现在的这种刀工啊，这种造型啊，都做得很粗糙。这个是不是古的呢？大叔啊，您知道这个是古的吗？这个不是古的，不是，现在改装起来的，就是近几年八几年的时候，八几年修起来的，建于东汉，是建于东汉的。老余杭的通济大桥南北向跨于南条溪上，据清代的余杭县志记载呢，是汉熙平年间建造的，是余杭区著名的文物保护单位。桥中央呢是一座歇山顶的楼阁。可以看出两边的桥呢是有些差别的，从这个方向看，右边呢是古桥，左边呢是后来扩建增修的。据老人们说，原来呢桥上有很多的商铺，非常的红火热闹，1937年被日本鬼子全部给烧毁了。现在我们看到的阁楼呢是80年代重修的。当然过去去，你就单敲个门，跳了去。你看能看得到啊？哦，真的是。你们啊？这里还有什么？哦，要啥太阳了？还有什么？这里什么？鱼啊！哦，这里有好多。哎，你眼镜拿掉吧。看到了。不要去上去，我好玩，就在那里。说明人家生态环境挺好的啊！你看这边也是啊，有很多的这个，楹联，长河无动，水长通，就这条河是不会动的，水经常会通的啊。广漠有风，尘不起，啊，有风但是没有尘土。老余杭人晒酸菜，这是做酸菜的，这是大白菜吗？就这个菜叫腌酸菜，做酸菜鱼那个酸菜叫这个酸菜。哦，这就是做酸菜鱼的那个菜。先晒干了再腌。晒在泥儿里，不是干。在泥儿里。正好修行，坐着不错。咱车就在那儿。这个桥叫平阳桥，总长是83米，那说明通济大桥也有这么长。哎，
开门。开了。开门打击。开门打击，对。又饿又热。穿着多了。我也热了。杭州的这冬天现在好像是夏天，也春天，就那种春天的那种感觉。三四月份得赶快先吃上这劲儿去，就能吃，别的没用，不能吃，别的没用。我能给开个车呀，拉个东西，打架搬运工。哦，搬运工，老妈是搬运工。我们现在也没个目的地，走着哪算哪，然后下来之后走着哪算哪，往南后边去吧，那边有草坪，尤其是这里就算是地儿，还有停车位。哎呀，没得位。停车位，好的，没得去了。没得去了，今儿别吃饭。没事，风景多好，就是你看那边。嗯。这个能把车停这就好。到现在没看到有停车的地方。前面还有。还有，你看前面堵得满满。穿的这衣服太多了吧？睡觉的时候可以垫。老妈是搬运工，第二车过搬到了，看看我们今天的露营地咋样？先拿电脑给充电。饿的时间长了，吃的多。我谁饿了？你睡吧。太舍不得我。对，我换手里。你嗑瓜子儿，吃柚子。老妈是瓜子儿大王，走哪必须有瓜子。是果腹，是吧？果冻、豆腐、萝卜，各种菇，各种青，吃着柚子，嗑着瓜子儿，待会儿吃涮羊肉。你够了。水开了。这是我们北方人比较喜欢吃的那个土豆粉，这个粉的质量很好，这个粉又能当主食又能当配菜。再把这个锅底的这个酱料放进去，哇，这个就太香了，就看上去很红很辣，其实它不是那种尖辣，就是那种香辣。看一下，也有很多人家在那边露营。好像没火了。啊？哎，没火了。没气了。你没吃完呢，咋办呀？别急，哎呀，出门在外就要做好两手准备，单人徒步的必备的小炉子，就赶快把它用了。继续开火。老妈现在爱上了这种户外野营的生活。有家不回系列，我们这就是有家不回的母女俩。老妈是搬运工，开始拉第二批货。完了，老妈把箱子给摔烂了。搬运工把箱子摔烂了，要扣工资的。今天阳光明媚，老妈，咱们去哪儿呀？咱们上山玩玩。去爬山，身上有毒蛇、马蜂，
注意安全。